有些人有时候碰到我的时候就，他怎么这么像小孩？哎，哇，就是说很喜形于色的那样的。他说忘形多开心的，我想天天忘形。对呀，我就是容易忘形的，得意忘形的。嗯，那得意忘形也不是什么缺点吧？啊，但是我自己就原谅自己哈。我说自我原谅很重要。挺好啊，我就是喜欢我自己这样，这个是我的本性中间有。嗯，我自小我打小就不喜欢随人。嗯，你不随人，后来我看到有一个画家把不随人放得很大。嗯，我就是觉得哦，不随人原来不是不好的。嗯，这个院子好舒服，你在这住多久了？22年了。22年啊，从他来的时候我就退休。嗯，那些藤都是我在的。嗯啊，是吗？嗯，但是人家看到我他就很奇怪。嗯，是吧？这老头这老太在干嘛？就我擦完了他就把它扯掉了。你看他往上撞啊，撞到那个位置了，又掉下来。你看有一个痕迹，看到没有？嗯，到那了，全部垮。哇，很聪明啊。嗯，他就把大楼给裹起来。嗯，像很多老百姓，我看到他们我就知道，就学他们就好。嗯，生生不息的到处蔓延。就是愣。你看上，你看往上看，看到都是绿色的生命力，其实下面都是枯黄的藤。对，对，它下面都是这个样子。嗯嗯，哇，它总能找到一点依托，你看。嗯，它找的这个树，这个结构，它还是很厉害的。你说这些树吧啊，这树当年栽的时候就有些不合适的，那些树都死了，死了怎么办呢？就把它锯掉了，整个锯掉了。啊，锯掉的，这是。但是我就带你去看锯掉了的树。锯断的，锯断的，哎，然后它全包，慢慢的花了老长的时间了，十几年的时间了，才把它包成这个样子，全部伤痕包起来，哇，看上去完全是直了，你看不出那一颗，我手指头前面那颗，那颗也是完全是直的，你看它有一个痕迹，它是不是锯掉重新长的吗？对，它就是这样，妈，我记录了，哇，我的笔记本里面，我要看这个，太惊人了，这个，对，哇，这么直。是这里断的，不是，还没这么多呢。这儿，哎，的，对，哦，这里断的，哎，哇，然后呢？完全看不出来，完全看不出来。当年那些老太坐在这里的时候还年轻，老太们就把这个地方锯断的地方放杯子，放保温杯，保温杯，在这儿喝茶，就在那休闲着呢。嗯，我心里还蛮伤心的呢。嗯，我是也是心事不欲对人言。嗯，你根本不知道想什么，那事情都藏在心里面去了。嗯，是看不出这些伤口的痕迹好，还是看得出好？看得出，对他人来说会很伤感，树也不乐意。嗯，树的本能就是把自己长直。我跟他，我摸摸他，我就有力气。嗯，拥抱一下他，我又有力气。我也抱一下，赶紧就有力气。他真的有力气，真的有力气。你们都轮流抱一下吧，有力气到时候。他能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，我好佩服，佩服。他这太就是尼采那种，被摧毁的都使我更强大，是吗？哇，这么直，嗯，那么直。调到少儿社来的时候，一个作者就说：“蔡高，像蔡高这样的画，我们也能画。这些插图叫做插图吗？嗯，像小孩子画的东西，他就不知道小孩子画的是最好的。嗯，他也不知道一个成人如果能够画成儿童那样，那是。”很难的，不能的，就同时就。但您觉得，您最希望，比如图画书给小孩子看，就你觉得小孩子什么品质最应该培养呢？我还是说，你就是小孩子不认识字，他哪里知道这么多风格啊？他一定是艺术的，首先，艺术的他有感染力，你看这多好哇，真是。你说是豪华吧，对吧？这都很豪华。这个呢，这些呢是可进入了课文的。嗯，日本人把教育成功归功于图画书，就是在图画课堂里用图画书就做了教材，艺术家表现出来的话是这样的，写天，又有设计，又完全不是写真，对，它不一样，跟看卡通不一样，跟咱们这些书哪能一样？这哪能一样？这是我拿出来批评自己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觉得小孩就会喜欢这样的啥？这是啥？你这个都是一样的娃娃脸，一个红颜色、绿颜色，然后对颜色也低估他们，你得给最好的颜色给他们看。你如果看过了这样的绘本，你会看这个吗？你不用说话呀，一句话也不说，这两本绘本谁好？
这就是审美趣味，就慢慢的就会提高吧，就是调动你的感觉，你去看它。嗯，你像我的那个小孙子看那个日本的变的树，他没有主人翁的全身，就是一双脚丫子，脚丫子在外面走，吧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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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走到有一窝水，他弹过去，吧唧吧唧吧唧，继续走，他的画面就都在脚以下子，是压低，你是不是儿童的观念？那么我的孙子看到这个镜头，他根本就他老是要看这一本，他老是要我找出来，他不会说话，我就打开看，他马上他的脚丫子就直接踩到我书上。他碰水淌水，这么简单的书，你说又奢侈吧，又简单又奢侈，我觉得这个好。但是我们还是我们的家长的认识，就是这种东西一定要是学习的书。我就希望家长能把自己艺术起来，胃口好起来，爱孩子的往生里爱。那您说的也太对了，其实内在的是，其实我们没有爱的能力的。你对爱很简单化。对，你的爱是小孩子要只有一个单一的标准。私教最高境界是不教而教，就是说你在做他在跟，在日常中间就交付清楚了生活智慧的东西在里面，几千年来的文明就是这样流动的。蔡老师不好意思啊。没什么不好意思，我也经常是你这样，我的嗓子不行。我平时没事，就最近这几天太烦了。他是很辛苦的说话，那我是用最粗的这种东西，叫陈皮是吧？陈皮，它就润了，润了以后它就脱衣很多，它刺激我，哎呀，慢慢坐，你们坐，休息会儿。那家里您最喜欢的部分哪里啊？我喜欢我的阳台，阳台，然后我每天看到它花开，情绪很好，我不比好。动人春色不须多，我开心，我为了你开心，而且常有奇遇，你想要的东西它突然跳出来了。您最近的奇遇是什么？我我不能说吧。我说出来了我怕它跑了。真的很好啊，真的啊。偷偷说，偷偷说，不让你听到，到录音。我一朵朵云在我窗口，就在那个窗口，就在那个窗口，我说哎呀，这一朵朵云多好看啊，我说我可不可以试试它是个什么味道，我就把脚从窗口伸出去，我发现它很结实，它踩了踩它是吗？对，我就出去了，我的脚的脚心就有一个托，一块一朵朵的云可以在云上踩，你说这个梦，愉快的很，愉快的很，哇，他那个梦再也没有了，再也就梦完了一次，哇，这什么感觉？还飞翔的感觉，你就有吗？没梦，我梦有飞，就飞呀，哎呀，飞，那什么感觉啊？太棒了，你就是你飞，你现在疑惑，哎呀，这下面是悬崖，这下去写得了不？这身体它不由你。他就这样虎像飞机的，就超人的，你这个是，你下面好像就是旷野，他就是我画的那个小孩，你看我为什么画人是这样飞，他就没有翅膀，不要借助什么东西，他就飞，还有走迷宫呢，迷宫很可怕，我还要告诉你，走迷宫就最苦，你说我的迷宫多苦，我一个晚上梦到天亮，我累死了。就是说我的迷宫不是那种规范的理性图纸里面的迷宫，完全是从这间屋子到那间屋子，不断的指向走出这个房子，内心的困境，有困境，困境啊，只是一个念头，坚持我要看到田野，我要看到天空，我要看到亮光，我要出去，我不要在房子里，但是永远不断的房子，那人怎么面对一个总是会让你陷入无力的一个世界呢？我觉得第一个是无力的，这个我们都是无力的。
我认为我们作为人，或者作为每个个体，都是不完美的。嗯。我现在讲一个笑话，就完美吧，很不完美吧。嗯。我无力摆脱这个情况。你们现在是健康的人，他一旦让你就没办法。嗯。怎么自处啊？怎么应对啊？我是一个不走道的人，我不是故意谦虚，我这个是一个很边缘的地方。清朝康熙年间，湖南在十三呢，湖南爆满，嗯，很不好打交道的，但是真正。他也有一个特点，他下定决心了，他也就不太愿意改变。我小的时候，最高的追求，就是能够像我父亲一样的，能够有一个职业，能够养家糊口，能够读几本书。过一辈子，嗯，我的理想的人，并不是贾宝玉，没有那样的条件，但是眼光还是看得远一点。我原来讲过，你尽量的，使你的作品能够比较久的存在下去。你努力把自己节目做好，把你文章做好，就是别人会希望看到，嗯，别人会复制的，嗯，会传授的。你把你的专业搞好吧，嗯，好，嗯。所以我是这么边缘地方里面的一个边缘的人，本来没看见过电的。连煤气灯都没有看到过，但是，即使是我这样一个人，我也是试看的人吧。不过我自求没有自求到这一点，嗯，对吧？我也在试看的潮流里面吧。第一师范，什么对学校最初是进去什么印象啊？哎，好新哦！嗯，第一师范很朴素，嗯，它是医院改成的学校，嗯，它就是想给社会疗伤的。嗯、第一师范重文学，嗯，这是最重我的印，绿树成荫、嗯，我特别喜欢那个槐花飘香，嗯，一园都是香的，嗯嗯，第一师范也算是个风口了，是啊。我们班上因为有几个出身不好，嗯、就起班名的时候就是夏明翰班呐、啊嗯。最初学习的就是夏明翰怎么参加革命的，他是把自己的家的那个桂花树砍掉，嗯、断了他的念想、嗯，断了全家的根，嗯，去闹革命这么彻底、嗯。我真的一段时间批判自己、嗯，我批判我自己专业思想不巩固，嗯，我承认剥削是罪过，我觉得是的。我有一段时间真的，我是这么想的。嗯，我所以我现在不爱卖画，觉得谈卖画我就心里着急。我不想在这些地方，我喜欢单纯纯粹。哇，那你说一个少年人那样的自我否定，否定家庭，那真是很痛苦一件事情。痛苦，痛苦。像克洛菲兹把那个孩子献出去，本质上没有区别啊。嗯，嗯，他自己能主动吃苦，那是境界。嗯，他主动。
从苦涩里面也品出甜味来，那是高境界。那会不会也是一种自我欺骗呢？不是欺骗，它真的甜，嗯，回甘，嗯，而且对身体特别好，嗯，但苦也是真实的呀，真实的，嗯，它是一种对比颜色，嗯，波斯文库里面的翁外加亚摩，嗯，我不知道他，嗯，他多潇洒，我喜欢他那一句，嗯，就是什么？树荫下一卷诗章，一瓶美酒，大概是，嗯，有你伴我欢歌。荒原都是天堂，嗯，哇，真是！您就是深受这种浪漫主义影响。我是浪漫主义影响，我是理想主义影响特深。嗯，然后我看现实，嗯，我就把它诗化了。嗯，而且中国文化里面最好的就是让你感觉到微妙之处。嗯，用钱穆的话来说吧，嗯，他说“美本无心，漫天风雪得眉心”。嗯，美本无心。嗯。但以眉心做人心，嗯，他说这是中国文化里面最幽深的部分，嗯，我喜欢这句话。刚才您说中国人那么讲究敏感，然后那种，细腻的东西，但是你在长沙那个第一师范的时候，那个时光又是一个反对所有这些东西的时代，就是我脊梁上面刻着一个罪，嗯，我怎么办？我还是自己把自己给解放了吧。我的艺术不为别的，是住嘛，捞一根稻草也住，也是这么回事的了哦。嗯，我为什么要做花木兰？我喜欢诗歌，嗯，好像紫月路一样的，你不要在乎这个手指头，你要看手指头指到的那个月亮，嗯，你要看的北朝民歌，这才是我的初衷。嗯，我的起点还是高了一点点。所以没人理会，没人理会这一层，唧唧复唧，这时候最后是，这是前面无限的留恋。嗯，他的织布机，他多可爱，嗯，多可爱的女孩子。能打仗吗？你们都觉得这个不能打仗，一定要把花木兰画成是武将一样的形态。我不要，我要她可漂亮，她是善良的，美丽的。嗯，就画内心了。嗯，是不是画到这儿就画到你小时候了？木兰无长兄。是的，画出自己的感觉是吧？对，他就是义无反顾，嗯，形式让弄人啊，他这样子的，嗯。你花木兰，你不把它放在这个位置上，他会成为花木兰吗？嗯，对，您人生不也是抛到那个地方去？对，他被抛到战争的风口浪尖了。嗯，人的骨气在什么地方？嗯，他刺伞千百强，木兰不用上树栏，嗯。你误解了我，你讲钱给我的时候，我不会对这些。荣华和富贵，嗯，为五斗米折腰啊，嗯！不会对权力贵，贵，我就是这个样子，腰杆挺直的，嗯，所以我让他回故乡，嗯，我让他下了，哦，我让他在老母亲前面一跪，嗯，这么的乡亲爱他，嗯嗯，连瞎子，这是个瞎子，你要仔细看，嗯，他女儿牵着他，他哭瞎了，他的丈夫，嗯，他儿子长成了没看到，嗯，刚看不到什么中年人，像他这样的花木兰的同龄的，嗯，同龄人。嗯，战争的创伤很大，啊，对，但是我不说了，嗯，都没看不见了，嗯，都被桃花和美景，看的这个水景，饮水思源，一下子就温暖了，就转化了，就转化了，嗯，就变成桃花又开了，嗯，梅开二度，桃花也开二度，嗯。他挺像小说那个武侠小说里的人的感觉，就是突然很开心，然后那种。或者你飘走了，又突然飘回来了，然后躲在自己的小岛上面，种种这个，种种那个，然后画画画，然后练一身绝世武功，然后顺便给别人治治病。那些江湖人士来这儿疗伤，他给他熬一碗忘忧水。你不觉得他挺像这种吗？嗯。这个好，忘忧水。流就是肿瘤的瘤了。我一直，根瘤。对。这和黄桃种在一起。黄桃，枇杷，柚子，枇杷子，
游子。好的，小鸡啊。嗯。贾谊是这个家里比较重要的人物。贾谊是个男孩子，但是他不是唯一的小孩子，他还有一个很聪明的妹妹。贾谊的爸爸在这里，他们在劳作，我呢就画劳作。哇，真好。哎，哎，这又是贾谊讲的故事了。啊，他讲。他送给我的书，我为了跟他对话，我把他的这本书细细的看。然后做笔记，再跟他去谈话去。他谈话的时候要他爸爸妈妈站开，不要要空出空间来。他只跟我对话，那个时候要。哦，真有意思。为什么飞行能力差的乌鸦会思考？对，哎呀，这些我好有意思，特别喜欢看。哎呀，这个故事让我感动。一个哲学家和一个人，另外一个乌鸦换互换身份，结果大家发现，当对方真不好，真难的。真难哦，真难。最后面他们还得找巫婆，还得回来，还得找自我，还得变自我。我觉得多好的故事啊，跟读了这个故事才可以跟嘉义对话的。你说好厉害，小朋友。我要反同，我要跟孩子要坐到地上，真还不容易，这么回事。小刘，你看到这画什么感觉啊？当时没给他看过，我们的谈话内容，他把爸爸妈妈请出去了。对对对。但是呢，现在不要保密了，我估计不要保密。这种小孩子不止嘉怡一个人。你得给我留一点，搞个什么纪念品吧。啊，纪念品。你画我。这不反对了。要画我夏天干活。不是我画的。我画。哎，对，所以我不会画。你就像嘉怡那么画，你随便选一刻，你随便画。哇，我完全不会画。你完全不会画就好，就不要会画。怎么都不会，不会，不会弄。行，这我画的。这书太难看了。来，你给我解释看看。对，我来是做上美术课，啊，你说吧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就我这什么风格，什么特点，您说说给我看。好，我试着说啊，我瞧一瞧。我很自卑的，那蔡老师，我一个是对音乐，一个对美术特别自卑。我唱歌走调，然后这个画画很差。哎呦，你不解释，你不解释。啊，不解释，你说吧。我说你挺好啊，人直爽，是吗？痛快啊，你很有大局。我膨胀了。我膨胀，我把袖子撸起来一点啊！对，你说吧，你的撸，撸起来，你撸得动，你都有这种力气。刚去学校当老师什么感觉？刚去学校当老师，对，到山区了是吧？是山区是吧？对。是教什么？当时去了时候？我是教四年级的语文课，跟语文，教语文孩子，你对我最好。怎么是好法？那么淘气的男孩都给你戴红薯。一摞一摞的很漂亮，就放在你的门口，挂在你的门口。好温柔的孩子，你都不知道是谁送的那一圈儿。女孩就给我折那个乌泡，还有桑葚。你对这种孩子，你不能不好。后来画桃花源的时候会，我其实那些学生，我就会想起他那么慈悲，送这么多礼物给我。桃花源的人呐，种子都送出去。我是心意，都是往我乡下。后来1979年有个孩子，当时最调皮最捣蛋最拧巴的那个孩子来看我，他感动就讲我去他家家访，知道他家的情况。他说我现在去当兵了，蔡老师我不知道我回不回得来，我不知道。蔡老师，我这是来看你，你小时候为我操得有心，你小时候我操最操心的。以后我希望他能回来，一直没有来。说不定真的是牺牲了，没有人，他要不他会回来看我的。好，可惜我这个人没去看那所学校，就是不回头。是不是也是很多不愉快的记忆的？我进去的第一次就错了，学校有个老师是个英文老师，
英语老师她怀孕已经快生孩子了，嗯，她饿，嗯，晚上加餐怎么办，没菜，嗯，就到菜地里去拔两根葱，嗯，拿个把小白菜什么回家去煮煮面条，嗯，这是。那我出来咋到我不会那么复杂，嗯，我就事论事，我不看人的，嗯，我说那个陈老师这么大年这个怀孩子啊，嗯，就是他不说去拔葱拔两根葱拔点菜算什么，我们送都要送给他，嗯，为什么不能吃，嗯，这我想的太简单了，嗯，那里面的故事很多，嗯，但是我都把它变成都过滤掉了，好东西留下来了，坏的只是好像我画画一样，那就是一块对比的颜色，嗯，在画家的眼里没有脏颜色，没有这种颜色它没有桃花那么明亮，嗯，我没有桃花源，我桃花源是逼出来的桃花源，我这个人天生不喜欢太持久的对立去较力，也许那肯过瘾，这种刀光剑影之下的那种升华生命的精神，就为了一个好死血色美我受不了，这因为您成长过程中其实有太多真的血色了，我怕血，我不可能上战场，我打不了那一枪，嗯，面对一个仇敌，我觉得他是也是农民，他也是人家的儿子，我这一枪打过去，那我腿发软，我审美救了我的，嗯，我看到绿颜色我一天就舒服了，嗯，我看到太阳出生，嗯，看到朝霞，嗯，我就好了，我看到农民他们朴素到头，比方说讲认识的时候什么亲什么亲啊，他说什么亲我都不如我婆婆亲，我老婆子就是跟我热我的脚捂着我的脚睡觉，嗯，他说有这个亲吗，嗯嗯，他问你所谓的老师所谓的人的哑口无言，这个老头已经80多岁了，嗯，花白的头，头发的雪白的一个老爷子，很慈祥，他就说谁都不怪他，连公司社员呐，啊，嗯，队长啊什么都不怪他，嗯，没事，嗯，他就是讲的是实话，所以老人又回到小孩子了，他回到小孩，他百无忌，嗯，他百无禁忌，嗯，我说民间的他就是这种可爱，嗯，那桃花源他也是这样来的，嗯，是，所以我觉得桃花源嘛，嗯，里面可以说的事情蛮多的，嗯，就喜欢这种木嘛，嗯，一直到现在我还画，嗯，你木头久了都冷灰，嗯，各种各样的灰漂亮极了，我就它有岁月的感觉，您看您多矛盾，不喜欢回忆过去但是要有充满岁月的感觉，不要去修补，嗯，可以回味，嗯嗯，有一次我下课劳动的时候死牛，那个牛氓厉害，嗯，虽然看牛氓这本书我很爽，嗯，牛氓咬了可不爽，所以文学和现实还是很大区别，很大区别，咬到我什么地方，咬到我鼻梁，哦，难受，这个，嗯，咬到我眼睛这个地方，第二天，嗯，这个眼睛肿平啊，嗯，这个眼睛成了个桃子，那我还得上课啊，就站在讲台上，我学生看到我的样子全都笑，我哇，那笑老师，学生天生爱看老师出洋相，但是他跟你不与你为敌，嗯。